他们说你是妖，我是战士，所以一定要我杀了你。玄机他不一样，他不会害我的。那你就不要再认我这个爹。你一定要这么逼我。做人真的很难，是让我心甘情愿的。Water so deep, how do we breathe, how do we climb? 和大家一起斩妖除魔。这次你休想把我忘了。吕思凡，一刀两断。我也不想忘。你爱上他了是吧？他是战神啊，带走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那就请你杀了我。阎王，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他想做娘子，你要与我针锋相对吗？能感觉依旧不得胜了。戴上这面具之人，从此就要……但我不会忘了我们的约定，一定会成功的走出去。我希望有飞蛾，似乎还是……我现在。